城里面的朋友来了，啥时候跟他吃？城里面朋友来了。他说什么来了？他说他城里面的朋友来了，招待一下他，他帮我。你几个朋友来呀？我有朋友，就一个。我谁？那也不用杀只猪呀，阿牛家里面还有那么多肉。你剁我也不剁，你不剁啥肉？哎，你不剁。阿牛，每天哪个猎户谁杀？来一个朋友都要杀一头猪呀？就给他们了吗？他说明天给。就这样给他们了吗？那我也没办法呀，他是我哥哥的，他是我哥哥。怎么说好呢？哥哥。怎么了呀？我今天准备要到山上去。还要去砍柴呀？对呀。那我陪你去呗。陪我去啊。啊？那行吧。远不远呀？挺远的。嗯，行，我跟你去吧。一个多小时。走吧。走吧。哇，还拿这个去？对呀，拿这个去。就这了吗？天哪，太远了吧！这都是你的呀？对，今天好早，在这里晒干了的。哇，咱们阿牛可真厉害啊！终于搞完了呀！回去吃点，我们再来飞吧。啊，可以吧？搞饿了吧？还要扛一个回去吗？终于到家喽！大鹏哥，哎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去生火做饭。好嘞，放这儿吗？要炒菜呀！
可以开饭了呀！哇，今天午餐真丰盛啊，阿娘。快吃吧。谢谢啦。谢。那我动筷喽。谢谢你。